在地铁上被旁边女孩当成了靠枕。美女，一会儿坐过站了，别睡了。谁要这么多座，你非坐旁边？不是，我坐哪儿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没对我干啥吧？不是，我能对你干啥呀？你有病！人好心提醒你，哎，你手机，美女。哎，你手机。没有。哎，你别跟着我。不是。哎，美女，你手机呢？没有，别不要脸了。行，我要脸啊，我要脸，我希望你一会儿你也要点脸。你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？哎，不是，你别动手啊，我这都录着呢。啊，你录啥呀？你侵犯我肖像权了，你不知道吗？你有啥肖像权呢？这样吧，你也别生气，我非常期待咱俩再次见面啊。见什么面啊？真晦气。你走吧，走吧。来了。谢谢二哥，谢谢。没事儿，这都没事儿。那你的手机。手机啊，你真的，你先坐着，我跟你唠会儿。行，啊，我说你小姑娘长得挺好看，然后个儿也不矮，大个儿。你做啥工作呢？我是钢琴老师。钢琴老师还有点才艺。嗯。那你平时对待你那个学生也脾气这么暴吗？就孩子弹琴弹错了，然后你就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啊。我今天心情有点不好，你别介意。现在心情好点没？心情好了，你见着你心情就好了。你是见着我心情好了，见着手机心情好了，都有，都有是吧？你这样吧，那个你钢琴老师是不？咱，嗯，加联系方式吧。行呀，那你把手机给我，我扫你。就有了。这样吧，那个这顿饭我请了，你还想吃点啥喝的？咱再点点。没事，有你这个态度就行，你知道吗？啊。谢谢你。要这么样的话。那我就不请了。啊，我跟你说啊，以后在地铁上再遇见好看小姑娘，别贴人家那么近。啊，知道吧？懂不懂？不是你啥意思？哎，不是，那你啥意思？你信不信咱俩还能见面？啊？丢三落四的，好啊。